我们看这个词典哈，我们介绍这个剪切运动跟等速圆周运动之间的关系。这个词典在做等速圆周运动的时候，它的投影在横轴或者是垂直轴上面做的就是剪切运动啊。比如说 P 点，当 T 等于0的时候，它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用极坐标 A 跟 theta 来表示。那么 Q 点呢， Q 点它的位置啊， Q 点这个时候的位置就是 A 乘 cos theta 啊， A 乘 cos theta、okay? 啊、那么经过 T 秒钟， T 等于0就是它原来在这里啊，经过 T 秒钟呢，那么 P 点就前进了一段的距离是 Omega T， Omega T， 那么这个角度啊，这个角度从这里到这里这个角度就是 Omega T 角度啊，于是它跟起初的这个 X 轴的夹角就是 Omega T 加 Theta 好，那么在 T 这个时刻呢， Q 点就是 P 的投影在这里，这个投影它的位置呢是 X 乘上 A cos omega t 加 theta 啊，这个，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形式 X 跟 T 的关系，这个正好是什么关系呢？剪切运动的关系，对不对啊？剪切运动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啊晓得啊 P 点做等速圆周运动的时候，那么 Q 点就在这个地方做剪切运动啊。好，现在我们看其他的量啊，其他的量，刚刚我们看到 Q 点做剪切运动，它的正幅就是 P 点的半径啊，它的角频率就是 P 点的角速度啊，相对于这个角速度。好，现在我们看这个，当 P 点在时刻 T 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切线的速度 VT。VT 呢，我们算出来，我们根据以前的介绍，它就等于 Omega 乘 A， 角速度乘上半径。啊，那么 VT 这个量，这个向量，在横轴上的投影呢，啊，我们就从这里画下来啊，它就是这个量啊，这个量 ,V, 好，这个 V 等于什么呢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V 的方向它是朝负 X 的方向啊，横轴的负方向。好，它的大小是 VT 乘上sin omega t 加 theta， 你看你在这个地方做一条线跟横轴平行的话啊，跟横轴平行的话，那么这个角就是 omega t 加 theta， omega t 加 theta， 因此这一条线的长短就是 v 的大小，等于 vt 乘上 sin omega t 加 theta。 好， vt 又等于 omega a，所以我们把 Omega A 带进来呢，我们就发现 Q 点的速度跟时间的关系是这个关系。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剪切运动，正好就是等于啊 A cos Omega T 的微分啊。所以从这个式子来看的话呢，我们也知道啊，就是这个做等速圆周运动的指点 P 点啊， P 点它的这个在横轴上的速度啊，就是做的剪切运动啊，这个就是剪切运动。那么 A 还是它的半径，那么这个就是它的速度的大小了。速度大小呢啊，就是它在这个地方做剪切运动啊，它速度的最大值 Omega A 就是等于 VT 的值啊， VT 的值 OK 啊，等于 VT 的值。那么它的角频率仍然是这个 P 点的角速度啊，角速度
好，那么这个 A 就是 P 点的半径。好，那么我们再看 P 点在这里的时候，它有两个加速度。啊，如果是等速圆周运动，只有一个加速度，就是 AN。如果它不是做等速圆周运动，它有 AT。不过现在我们说它是做等速圆周运动，因此它就有一个 AN。好，那么根据我们以前讲的 ，AN 等于什么呢 ？AN 等于 VT 被半径 ，VT 平方被半径除，那就是 Omega A 的平方被半径来除。那么这个约一约 A 约到一个就变成 Omega 平方 A， 这个是P 点的法线加速度，向心加速度。好，那么它在这个地方的投影，它就往这个方向做加速，这个方向加速因为它的方向是负的啊，负的，所以它是等于负的一个 AN 啊，就是这个大小是等于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这条线到这里，这条线啊，这个箭头就是这个箭头的投影啊，这个箭头正好等于 A N 乘上 cosine omega t 加 theta， 那把这个带进来啊，那就得这个东西啊，得这一项。那这个也就是证明这个，你看这也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解弦运动的加速度啊，所以。这个结果就显示呢 ，AT 也为简谐运动的形态，就是说 Q 点在这里震荡的这个加速度啊，也是简谐运动的状态。所以我们从以上的讨论呢，我们就做一个结论，啊，做等速圆周运动的直点就是 P 点，在水平轴上投影就是 Q 点的运动形态是一个简谐运动。啊，那么这个简谐运动跟圆周运动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就是简谐运动的正幅就是圆周运动的半径，简谐运动里头的角频率就是等速圆周运动里头的角速度啊。那么它的初向角，简谐运动的初向角就是做圆周运动的起初的角位置。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题啊，看一个例题啊，一个直点做水平的简谐运动啊，一个直点它在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 Q 点在这里做简谐运动，它的 X 跟 T 的关系呢是这个，已经告诉你是这个关系， 0.5 乘 cosine 1.2T， 单位是 meter。现在要求啊相对应的等速圆周运动的圆周半径，还有圆周运动的角速度跟起初的角位置啊，就是求这个是简谐运动。那么跟它对应的有一个直点在做等速圆周运动啊，那么这个直点的圆周运动它的半径是什么，它的初向角是什么啊，它的角速度是什么，要求这个。好，当这个直点从起初的位置行进到平衡点的过程中，平衡点就是这一点了啊，就说这一点在这个地方震荡了，这个叫做平衡点，对不对啊？到从这里到平衡点的中间啊，中途所需要的时间是什么，就是从这里走到这里要多少时间啊 ？Q 点要问这个问题。好，现在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啊。那么就是说，这个简谐运动跟它对应的圆周运动之间呢，各种量的关系。那这个是简谐运动，我们就把啊这个参考圆啊这个把这个简谐运动啊。把它写成标准的形态，这是 cosine， 我们也用 cosine 啊，这是它的振幅，这个是角频率，这个是 theta， 然后比较这两个式子，比较的结果我们就发现呢，这个振幅呢就是 0.5 个 meter， 那这个振幅是什么呢？
简谐运动的振幅就相当于做圆周运动这个指点它的半径，圆周半径啊。那么 Omega 就相当于 1.2 个 radians per meter per second。 以后你们回答这个问题啊，这单位一定要写啊，单位一定要写出来。好，这个 Omega 是这个指点在震荡的时候它的角频率啊，就是它的角频率，那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 P 点这个在参考圆上面做等速圆周运动时候的角速度啊。那么它起初呢，它这个 Theta 等于0啊，没有 Theta 等于0度，那就表示说它的起初的角度是在这里啊，起初啊，对，这个圆这个 P 点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动的啊，它初向角等于0啊，所以这一比较呢，你就可以得到啊，圆周半径、角速度跟起初的角位置啊。好，现在我们要问，当指点从这里走到中间的时候啊，中间的时候，那么要经过多少时间啊，从这里跑到这里要多少时间，那这个我们怎么算呢啊，我们就算啊，起初位置是在这里，后来是在后来啊，它是起初是在 0.5, 起初这个位置是 0.5 啊，这个 0.5 距离平衡点是 0.5, 然后它跑到0这个地方来，对不对？中间是多少呢？中间就是 0.25 公尺嘛。好，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式子里头我们知道啊，现在它从这里跑到这里，这个位置就是 x 等于 0.5 乘 cos 1.2t,这个要等于 0.25 公尺啊， x 等于这个等于就是 x 等于 0.25 公尺， x 又等于这个东西，又等于这一项，于是比较这两项啊，我们就发现啊， cos 1.2t 啊， cos 1.2t 要等于哦 0.5 没错，这个二分之一乘过来哈，0.5 这个没错 ,0.5, 哈 ,cos 1.2t 等于 0.5 的话，那 1.2t 呢 ,cos 0.5 正好是 cos 的60度啊，那就是三分之派，所以 t 呢我们算出来就是 0.873 秒，它从这里 0.5 公尺的位置跑到 0.25 公尺的位置啊，经过的时间是 0.873 秒。这个是从这个式子里头我们得到的。好，另外我们也可以用它的等速圆周这个运动来计算。比如说啊，它本来在这里，那就是相当于 P 点呢原来的角位置是0度，对不对？ Theta I 是等于0度。然后它跑到这个地方来，跑到中间来，跑到这里来。Q 点从这里跑到这里来，这个地方呢就是 M 就是代表 middle 的意思，中间的意思哈，就是 0.25 公尺嘛，这个5这个中间就是 0.25 公尺啊，啊 ,0.25 公尺啊，那么就相当于啊 ,P 点的这个角度啊是三分之派啊，三分之就说你这个长度是这个长度的二分之一的话，那么这个角度就是三分之派哈，那么我们就可以算 Omega T 从这里开始以 Omega 的角速度走了 T 秒钟跑到这里来， Omega T 是等于什么呢？ Theta M 减掉 Theta 0就是这个角度啊，那T 就等于 Theta M 减 Theta I over Omega, 那 Theta M 呢是三分之派减掉0
啊，被 Omega 来除啊， Omega 是 1.2 个 radian per second 啊，那等于 0.873 秒啊，跟这个结果是一样的啊。好，现在我们底下就要谈到，如果有一个指点啊，它做两种的剪切运动，就同时做两种的剪切运动，同时做哈，就说一个指点在 X 及 Y 方向上同时做剪切运动， X 方向的剪切运动是这个式子，这个是它的正幅，这个是它的初向角，欧米伽两个都是一样哈。那 Y 方向呢，它的正幅是 AY， 初向角是 theta Y 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指点同时在进行哦。好，那么合成呢啊，我们现在要看看这个指点到底啊，它的 X 跟 Y 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分几个条件之下的情况来看。第一个，我们假设啊，起初的向角是一样 ,theta x 等于 theta y, 就它们的向角都一样啊，可能不同的就是 ax 跟 ay, 它的正幅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就把这两个啊比一比啊，比如说 y 比 x, 就等于 ay 比 ax,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y 等于 ay over ax 乘上 xt 哈哈。那么这个就是 y 跟 x 的关系， y 跟 x 的关系从这个关系来看呢、啊，它是一个线性的关系，一条直线的关系，那这个就是这个直线的斜率啊，直线的斜率，比如说你 ay 也等于 ax 的话呢，那它的斜率就是 E, 那就是表示 tangent theta ay over x, 就是 y over x 要等于啊 tangent 几度啊 ?E 的话是45度对不对，好，就是这个，如果这两个相等的话呢，就是45度，如果不一定相等的话，如果这个是正值啊，这个正值，那就它就是在这个方向震荡啊啊，因为这个指点这样震荡的话呢，它的投影啊，就是这里有投影也在震荡，这个地方的投影也在震荡，这个投影的震荡就是这个式子啊， Y 轴上投影的震荡就是这个式子啊，那这个斜率到底这个 theta 的正确值是多少，就看它的 ay over ax。 好，我们现在这个画图你看这45度角，那就是 ay 等于 ax 啊，那比值就是 e、okay? 好，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画出图来就知道啊啊，它的 ay 要比 ax 大啊， ay 比 ax 大，我没有画出 scale 来啊啊，不过这里一看就知道这啊，马马虎虎是 ay 是两倍的 ax 啊，所以它这个斜率呢就比较斜一点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它这个物体的轨迹啊就是一个直线，这个叫做线性的偏振啊。好，那么我们看第二种状况。如果 theta y 是等于二分之派加 theta x, 那我们把 theta y 哈，用这个，这是原来的哈，原来的式子。好，那么把这个本来是 a y cosine omega t 加 theta y,theta y 用这个代的话呢，它就变成负的 a y sine,Omega t 加上 theta x 啊，那这两个式子啊，我们现在这么办，我们把这个 ax 除过来
AY 也除过来啊，然后平方一下相加啊，那这个啊 ,Y 平方 over AY 平方加上 X 平方 over AX 平方啊，这两个 cos 平方加 sin 平方就是一了啊，是这么样的一个方程式。这个方程式代表什么样的一个轨迹呢？如果啊 ,AX 等于 AY,AX 等于 AY, 那这是一个圆呢啊，一个圆一轨啊。如果 AX 等于 AY 的话，那这个比值就是一啊啊。轨迹是一个圆啊，轨迹就是一个圆。嘿。这圆呢、啊、它有这个方向的旋转，也可能是这个方向的旋转啊，不过我们现在呢先不管这个哈。好，那如果 AY 是两倍的 AX 啊，它的这个振幅啊，这个是比这个大一倍，这个只有它的一半啊，那么它的振幅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样子的，它的轨迹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椭圆啊，椭圆。所以你要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轨迹啊，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看哈。好，底下我们就看一个另外一种问题了。前面在此之前我们是讲啊圆周，讲这个简谐运动它的 equation 啊，它的 x 跟 t 的关系，速度跟时间的关系，或者跟位置的关系，加速度跟时间的关系，跟位置的关系，用这个来计算。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系统，它原来是平衡的，它不动就是不动，然后你把它从平衡的位置移开，就顺着它能够运动的这个方向移开，一放手，那这个物体呢就开始啊做运动了哈，它或者是做左右的摆动，或者做上下的震动，或者做左右的震荡。那现在问你，它这个运动是什么运动？通常都是要你判断它是不是简谐运动啊。好，现在我们首先第一个啊，第一个来看啊，这里原先有一个弹簧，原来的长度是 L, 弹簧的质量我们现在不记啊，不记，原来是 L 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呢这里挂了一个东西，挂了一个质量为 M 的物体挂在这里啊，然后用手拖着它，用手拖着它不让它掉下来啊，然后呢我们的手慢慢慢慢的放下来的时候啊，这个物体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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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的跟下来啊，跟到某一个位置，你的手啊再往下移的时候，它不再跟下来了，它就在这个地方呢静止不动，你不再去骚扰它，它就不动。那这个叫做什么点呢？叫新的平衡点，就是说弹簧的新平衡点了。弹簧原来平衡点在这里了，它没有伸长没有缩短的时候就是平衡点了啊，这个就是新的平衡点。好，那么这个弹簧的力常数是 K 啊，力常数是 K 啊，我们用手拖着这个物体慢慢慢慢慢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手再往下，物体就不再下来了，这个叫新平衡位置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弹簧呢，它就伸长了一个量，它原来是 L 对不对，伸长一个 delta L, 这平衡了，平衡了哈。那我们现在就在它平衡的时候啊，把这个物体受的外力画出来啊，现在又要画外力哦，所以这个力图是非常非常重要啊，你们一定要学会画力图。嘿，好，那这个物体受什么力呢？第一个我们考虑超距力，就是重力，
作用在它的几何中心，因为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均匀的物体。这是超距力。第二个就是接触力，什么东西跟这个物体接触啊？弹簧啊，弹簧跟它接触的话，弹簧就有一个恢复力啊，恢复力啊。如果是弹簧在这个位置就没有恢复力啊，只有这么长度的时候，原长的时候没有恢复力。但是现在弹簧从这么长被多拉长了一个 delta L， 于是它就有一个恢复力啊，是向上的啊，向上的。我们用这个向量表示 y 方向往这里，大小就是 k 力常数乘上 delta L 啊。好，这个物体受这两个力是平衡，那我们就带到这个平衡第一条件里面去。Sigma Fy 等于向上的 FEL Elastic Force 减掉 Mg 等于零啊，那我们就得啊，你把这个 F Elastic Force 等于 KL 带 K delta L 带进去，就等于有这个关系啊。这个关系呢，其实你可以进一步看，它就是 delta L 它增长多少呢？ delta L 等于 mg over k， 因为等一等我们不是用 delta L， 我们是要用整个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把整个这个关系留在这里。好，现在我们看啊，刚刚那个是第二个，刚刚右边那个图就是这个。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物体啊，从新的平衡位置往上，用手托住它啊，手托住它，提高一个 y 公尺，慢慢托上去。从静止一放手，它就开始在这个地方掉下来了啊！你手已经不扶它了，掉下来，它就在这个地方来回的震荡，来回的震荡。现在要问你，它这个震荡是什么震荡啊？如果是简谐运动的话，那么它震荡的周期是什么啊？那你怎么算呢？啊，我们现在就从这两个图来看哈。那你要先这么说啊，这句话很重要，以后说这一类的问题你一定要这样子讲啊，哈，就说我把这个物体啊，从平衡点往上拖一个 y 公尺，不是每一个东西都是往上拖，有时候是摆动的话，你就是往旁边拉一个多少角度了哈，拖 y 公尺，然后在这个地方将物体从静止释放之，在这个瞬间，就在你释放的瞬间，它的合力是多少？我们求合力，合力就是 F elastic force from， 这个力跟这个力不一样了哈，因为它现在伸长量啊，跟原来弹簧伸长量不一样了哈，减掉 mg， 对不对？现在这个不再等于零啊，不等于零啊，刚刚这个是零啊，啊，这个减掉这个是零啊，这个不是零啊。你看一放手它会往下掉，会有加速度，对不对？好，那 F elastic force F prime 等于什么呢？它是等于伸长量 K delta L 减 Y 啊，乘 K 啊， delta L 减 Y 乘 K， 然后减掉 mg。 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两个括弧在一起啊，减掉 ky， 这个我们刚刚不是写它等于零吗？对不对？就把这个零带进去啊，因为这个是等于零啊，带进去就得哦，原来它在这个地方，你放手的瞬间呢，它 y 方向的合力是等于负 ky， 你看这有什么结果呢？啊，一个物体受的合力是跟它的对平衡位置。平衡位置在这里，跟平衡位置的位移成正比，方向相反，那正好就是什么，根据这个我们就可以判断它是做什么运动啊，倾斜运动，对不对？
根据这个就可以判断它是简谐运动。好，因为你要求它的周期啊，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啊，把这个式子再写一下啊，它是等于负 ky 合力的大小是这个啊，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呢啊，这个合力会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 ma 啊， a 就是等于 d 平方 y over dt 啊，那我们把这两个等式的这两边重新整理一下，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的啊，微分方程啊。那么 k 是个常数， m 也是一个常数，于是我们就令啊这个根号 k over m 等于 omega 啊，于是这个式子就可以写成 d 平方 y over dt 平方加上 omega 平方 y 等于零，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标准的简谐运动的一个微分方程呢， 标准的简谐运动的方程呢，那这 Omega 就是它的这个角振幅啊，不是角，叫 angular frequency 啊，角频率啊。那 T 呢等于 2pi over Omega， 我们讲过啊，那你把这个 Omega 带进去哦，原来这个物体震荡的时候啊，它的震荡周期就是这个。你看这个量跟这根弹簧同样有啊 ,K 这个力常数的弹簧做水平震荡的时候，你把 M 的物体连在这个弹簧在没有摩擦的水平面上左右震荡的时候啊，它的周期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因此我们从这里啊就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们以后要记住啊，有这个现象，大自然有这个现象，就如果弹簧的质量不记的时候，物体悬吊与垂直弹簧上的震荡周期与物体连接于水平弹簧一端做震荡的周期是一样的一样的，不过你做水平震荡的时候，它的平衡点就是弹簧没有伸长没有缩短的时候，那就是平衡点。但是做垂直震荡的时候，它的平衡点是哪一点呢？是新平衡点，这个不一样啊，你要把它的相同点在哪里，不一样的点在哪里，你要搞清楚啊。好，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用机械能守恒的原理来解它。啊，我们把这个物体吊在弹簧上，它到了新平衡点以后啊，我们把它拖上去一个 y 公尺高，啊，这里，距离 y 公就是上面啊，距离这里 y 公尺高，然后放手的瞬间啊，我们现在来看。好，当这个物体在新平衡点的时候，我们把它拖上去一个 y 公尺高，你从这里到这里也是 y 公尺啊， OK 啊，那么就在这一瞬间呢，我们就放手啊，放手 OK。 那我们知道这个物体在这个地方它所受的外力，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是什么力？它的力只有啊 mg， 你是我们拖上去是有外力啊，但是我们一放手的时候，外力已经不见了，所以它跟这里一样，只有重力跟弹簧的恢复力，这两个都是什么力呢？都是 conservative field，conservative force。保守力，因此物体只有保守力没有非保守力的时候啊，它的机械能守恒，因为没有非保守力嘛，它的功等于零嘛，所以机械能守恒。所以做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呢，你这个一定要说明啊，不可以不说这个，然后就写这个不可以啊。好，那么在 y 公尺高我们一放手，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在这一瞬间它的能量写出来，它在这一瞬间呢，它有一个 MV 啊，有个动能，
然后呢，他的这个胃能也改变了啊，就是有 MGY 这个胃能，还有弹簧也缩短了，对不对？弹簧的弹力胃能，好，这三个能量就是等于它的总机械能。当 WNC 等于零的时候，总机械能呢要保持平衡啊，总机械能要等于常数啊，总机械能等于常数啊，总机械能等于常数。那我们现在啊，这个两个力，这两个能量没有问题了。X 等于什么呢 ？X 就是它缩短的这个啊，从这里到这里缩短的这一段长度，这一段长度啊，它是等于什么呢？啊，就等于二分之一 K delta L 减 Y，delta L 在这里啊，你减一个 Y 上去一个 Y 啊，所以 X 等于这个。好，我们把这个平方把它算出来，然后呢，把这一项提出来，啊，这两个放在一起，啊，这就是这个式子，就是这个式子嘛，啊，好，然后呢，我们就把啊这一项拿到等式的右边去，一减到这个，啊，那这个其他的我们把 mgy。啊 ，MGY 跟这个啊合并在一起，跟这个合并在一起，啊，变成这个东西啊，然后二分之一 KY 平方在这里 ，OK， 好，这个式子变成这样子。那现在啊，我们知道在平衡点的时候啊 ，MG 跟这个力保持平衡呢，啊，那就是 MG 减掉。Delta K delta L 等于零，所以这个等于零，于是这个式子呢就变成这一项加这一项要等于这个啊，这个就是定值了，等于定值。好，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式子都对时间来做微分，因为这个速度在改变呢 ，Y 位置也在改变呢啊，那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微分一下啊。那这个就变成 mv 乘上 dv over dt， 然后这个呢就是 ky 乘上 dy over dt， 这边是常数，一微分就是零了，然后 dy 等于 dt 呢是 v， 所以这个 v 跟这个 v 约掉了，于是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你看这个是什么式子？因为这个是常数，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简谐运动的一个标准式子啊。它的微分方程啊，标准微分方程。好，于是我们就令 k over m 等于 omega 平方，这就是化成简谐运动的这个标准形式。那么它的运动周期就是 two pi over omega 啊，那 omega 是等于根号 k over m 啊，那它带进去就变成这样的啊，所以它的周期呢就等于二派根号 m over k， 那跟我们用动力学算出来的完全一样。